Good morning！ 你出面开第二间公司，然之后想叫走晒呢间公司啲客，我唔想睇住公司为你而冧啊！将我啲嘢讲晒俾人知。咩啊 ？Doctor Lam 林海晴啊！可以试下透过催眠就可能攞翻啲记忆咯。可能系其中一个匪徒嘅特征嚟嘅。失忆24小时，今晚8点半，翡翠台。